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记得订阅草地状元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能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哦。噔噔噔噔。实在打拼，认真的生活，草地状元。各位朋友，你敢知影讲，咱即卖即个时间啊，是红气哦，当济时阵，甚至讲红气啦，啊，佮有诶即个赤气啦，啊，佮有碧气，嘿，即种是即卖即个时间上济时阵。但是有一种红气哦，你毋捌看过哦，就是这，哈哈，你甲看，哈、啊，有水无红气？啊，毋过你甲斟酌看哦，伊外口拢是毛，诶、欸，啊，这到底这是甚物气啊？不要紧，有一位小平小姐哦，伊讲要带我去了解，讲这到底是什么气。小平啊，嘿，安娜安娜，小平啊，是，我刚才看无呢，啊，这到底这是什么气啊？伊在外口有毛对不？对啊，搁做成气啊，所以阮家拢叫伊毛气，毛氏、哦。有毛吼，这毛气哦。对。这人敢会食？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会食，这会食。这毛吼，因为迄毛絮啊，较会过敏、嗯、啊。咱外口这嘛口感嘛无遮好，所以我拢食伊个内底。这是咱台湾的这个原生的品种。就是迄个白蜡的迄个感觉啊啊啊！那迄红气哦，内底是红红安尼。对，都无啥感。红红啦，黄黄啦，嗯，香香。香香的，嗯。啊，迄个香香脆脆，啊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甜甜。对。是拢种伫个倒位较济。伫你个头壳顶。嗯，顶头一个只拢是哦、喔，系啊，拢是啊，迄黄黄、橘色的、哦、红色的，啊，遮大丛哦，规片拢是。哇，啊，遮你你你都你都有流水无？啊，是要遐个吼？我来遐几粒啊，当来食。唔免，你看，涂骹遐拢是，遐全部拢是果实落果，熟了后吼，伊就会落果，落果了就伫涂骹，啊，咱的方式，咱就是去涂骹捡的。拄落落来，迄种是上好食。哦，算伊若成熟了后，伊就家己会落落来。对。栽遮济啊，拢无咧食，这是还是栽这是要创啥？栽这吼，其实是因为吼，因为这咱是咱台湾原生诶树种吼，有一个老师啦吼，我拢叫吴胜老师，啊，伊是台湾农村作家，啊，伊伫2000年的时阵，伊就甲这树啊拢甲种起来，推广这个平地造林啦吼，因为大家拢建设嘛，拢建设啊，树啊拢歪掉啊，台湾的树啊越来越少，啊，伊就开始就烦恼的安尼，所以伊就想讲要甲这片树啊园甲种起来，所以你看到下面啊有一挂小树苗啊，边啊一排吼，伊拢会算讲育一个苗盆，啊，有人要摕回去。种个土卡，伊拢会送人，啊，互推广，啊，这拢唔免钱。不是啊，这到底这是什么树啊？这是咱讲的台湾黑檀，这嘛是一级木哦。乌檀。嘿，台湾乌檀。这伊啊，那个太师以上，那个乌檀。对，我唔对，这伊这种树啊吼，顶多足顶的，耐水、耐寒、耐盐。嗯、所以吼，伫咧台湾，咱嘛有鼓励讲，大家会使种伫咧海边啊，因为伊会使做一个足好的防风林。咱人咧讲起来，这算作是咱的宝呢。这就是咱的乌金宝，咱阮是一个 team， 一个团队啊，共同来为这个土地咧拍拼呢。这片人造林呢，伫咧溪州田中，就是企业批准产业文化协会推广生态教育、无毒农法的一个秘密基地。大家共同的目标呢，就是吼、哦，要爱护着咱台湾这片土地，要活化溪州的农村印象，将淳朴原始的乡土记忆一点啊一点啊安尼家己倒转来，嘛要让大朋友、小朋友假日的时阵呢，有一个会当亲近泥土的好所在哦。来，咱小平啊，是，不是我感觉咱这摆个安尼哦，这么水安尼哦，这是到底是要卖菜啊，还是要卖水果？阮有咧加工这咧拄食，你有食到伊这肉吼？嘿，啊，伊这内底籽吼，啊，大家会使摕倒去种，摕倒去景观使用。伊这种子吼，因为外口够一层膜，啊，咱就甲伊清洗干净之后，哦，还佫洗过，嘿，洗过啊，拍好大就变成安尼，嘿，就变成安尼，对。啊，咱就会使拍到出大个无？唔免，大约安尼就会使啊。咱今日有串水根盆，这足简单嘞哦、喔。头的尖尖这头落去，堵咧下骹，安尼甲插落就会使啊。恭喜你完成了。
嘿，这两回就会晓啊。两秒就会使啊吼。两回啦。两回就会晓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啊，搁另外一种，另外一种，咱就是有传传这正规粒。嘿，用白的啊，这细面是安尼嘟落去，为外口安尼。把一个一个堵一边，浸了多久才会当穿啊？呢，十天过后，它可能会发长出芽这样子。哦，拄只呢内底安尼规撮呢哦，我感觉安尼真凉真好嘞。咱只即撮看伊只呢啊，只呢长哦，只安拢总有偌济丛？偌济丛是差不多好几百啦，但是整个地区的面积吼，大概是两公顷的面积在做平地造林。哦，啊是拢时间来种这黑金。无，唔啦，因为我有一个口诀：一只乌毛鸡骑在黄牛背上。哦，乌毛鸡骑在黄牛背上。对，好，一只乌毛鸡，乌就是指的是，你有伫咧咱的迄个灶脚看到迄个菜点无？人一般嘿，人一般拢用乌心石落去做诶。哦。嘿，所以我们一只乌毛鸡这里面有乌心石，然后乌毛毛就是指的就是我们这个毛是，一只乌毛鸡。鸡就是它的别称叫鸡油啦，但是它的名字叫做榉木。榉木，嘿，是我们的榉木，这些都是台湾原生树种哦。嘿，一只乌毛鸡骑在黄牛背上，黄就是指的是黄连木。黄连木，嘿，黄连木，它也是台湾的台湾原生种的树。牛吼，这讲起来有一个无啥直接关系，因为牛吼，伊是想要进牛樟啦。啊，你知影咱在平地方比较不好种，但是这吴胜老师咧，伊就用伊妈妈做家的樟树来做代替。哦，那你讲起来，咱即卖这安尼，就算说是咱的第一项的这乌金。对，第一项乌金。啊，还佫有啊？有哦，咱这乌金都多哦。等下，咱要找乌金吗？来，陈哥，你甲我压者。等下，我找你压这支，咱来找另外一个乌金。压这支。对。哎，干嘛要路边扫？这溪州的第二乌金啊，实在是使我真好奇啦。也不过呢，来这哦，经过小平因安尼导览呐，才知影讲哦，这有这尼啊济哦，台湾原生种的树啊。还有呢，生态园区，让动物啊、昆虫有一个安全的处，有影是袂歹哦。啊，原来这个，唔是要洗便所，唔是，是要来这做乖啊，来吐啊，啊即卖，你话这菜是要创啥？要甲你介绍，你即卖脚大，就是咱的第二乌金。就是咱的乌土，嘿，咱家就是落水割土，落水溪流落来才会土。啊，因为伊这个含沙量非常的高，所以它矿物质很丰富，所以进咱这稻米吼是上赞的。是啊，咱这有名的。比别位所在种出来，迄 Q 点多搁愈悬，嘿，因为有这落水割土，这乌金土。啊，咱即摆来这区，就是因为咱的农民拢袂使用化学肥料，袂使用除草剂，袂使用化肥，用有机的，算讲有机的种法，生态米这样。所以，伫这过程当中，超级对来讲足困难的啦，吼。所以，阮就甲因想一个办法，讲用这個要生草。蛇草，对啊，蛇草。啊，蛇草我知啦，蛇草拢嘛是规个吼，啊，都安蛇，这边蛇，安尼拢用安尼啊。无啦，长哥，你安尼不贴心，因为咱即卖有年岁较大诶农民啦，所以阮着家己想一个方法，卖互伊安尼一直压腰，啊，互伊较轻松落去蛇草，伊则袂感觉讲种这米足辛苦诶安尼。好啊，用这安尼蛇。嘿，用这安尼蛇，啊，咱要甲蛇，就是要家压落底。嘿，要甲饲落，啊，饲落，互伊卖互星光合作用，啊，伊迄草啊，就死去安尼。你着安尼甲撸落，嘿，啊，互伊砍落，互伊砍落。安尼袂歹呢，安尼撸较轻松。嘿啦，安尼撸较轻松。哦啊，好，互咱只爸啊，免讲常常遐尔辛苦啊。是。好收嘞，好收嘞，卵嘞。嘿，所以咱这要做生态稻米的吼，这好收嘞，阮阁有另外一种方法来诱捕它，让它减少这个福寿螺的侵害，这样子。我今嘛带伊来看。嘿，哎，你管一下。对，就是咱拄只讲的，咱的诱捕福寿螺的陷阱的。是这样。对，咱来看。哎，这里哦。哎呀。好，这是咱嘛是为宜兰遐农民而来。啊，因干鹅的，啊，伊就是安尼好起，你就会看到讲内底有真侪福寿螺伫内底。可以为只造林呀？对，为下面咱下面只毛坑，这就是咱掠到的福寿螺。但福寿螺伫咧咱的水产内底吼，是农民上困扰的啦。对啊，因为这愈头，啊，伊个食伊的秧苗。啊，咱这做法其实足简单嘞。
咱就是用这个汤啊挂安尼。好，啊，为什么伊那伊家己会造林？因为对，你讲重点嘛，因为我内底要放伊上爱食的物件，嘿、哦，啊，像阮放的，阮是放迄个米糠，啊，无就是迄那个味熟粒，咱讲的内底拍拍种，嘿，拍拍买些虾内底，哎，就会甲伊吸引过来，吸引过来，伊就为这个糠入面，这个设计就是因为它只进不出。是，安尼好，安尼啊，这一步我知影。哎，长哥，你袂刚刚我拄只介绍这两个黑金很不错吧？真趣味啦！这安尼吼，佫会当运动啊，佫会当吼，迄落消除恶魔吼，最好。咱溪酒啊，还佫有第三个黑金，佫有第三个哦。对，咱的黑金饼。黑金饼。是。黑金是要做饼。阿星好。嘿，阿星哥你好。哇，阿星是你本人哦、喔。嘿。啊，小平，我叫我来找你啦。嘿。来讲哦，什么哦，若要了解着这個黑金饼哦、喔，讲在找伊才知影。哦，有，哎，黑金饼我看了，你看。哦，有哦，有哦。这啊，就是阮的黑金饼。这是黑金饼哦、喔。嘿。哦，我做啊，遮水，这黑金饼，这唔得了，这是什么饼呀？诶、欸，这什么饼？诶、欸，无，是天哥，这不是要让你吃的。啊，这不是会吃的、啊。诶、欸，伊这是要用火落去烧，用火落去烧，较有伊的功效，烟熏嘛吼，啊，就较无芒安尼，烟熏芒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你这是用什么做的啊？这哦、喔，这你得爱问伊，这是伊做的。嘿，爱问阮的小拉拉。这叫做小拉拉。嘿。那牛会做这？这拢伊做的。有影有影，有影有影。哎，啊，这安那这就足奇怪，牛爱做这。安尼无四天哥，我带你来看安那做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带我来去看。你帮我揢迄个盆啦，好不好？阿是啦，哎，阿即个这是牛条呢。嘿，哎，带我来牛条要怎啊？我今边的材料伫遮，咱来遮收起安尼。哦，你啊，这伊的材料是啥物货？就是这啊，就是这。这是牛屎呢！这就是阮小拉拉的大便。你是讲拄仔你讲的，做敢袂做蚊仔香迄款的，是用大便来去做的啦？对。我好个说无吞落，我做个硬要吸的。我啊这，用这做哦。做大便啊，这啊这。咱若要做熏香吼，咱上好用手来吸。土的就好啊，那用手。无伊，咱下骹拢有土草吼，都有骨灰，啊，所以咱用土的吐起来，上侪草，啊，就歹做。用手吸啊，上出比较草个，上出个吸就贵者。安尼等下，咱咧做个品质较好。嘿啊，牛，因为牛伊拢食草，所以其实伊个伊放出来嘛是草的纤维。对啦，这是啊，是味无讲迄个臭味安尼。嘿啊，是真清气啦。啊，嘛是讲每一种牛屎拢会当起来做，咱爱看伊的淡度甲湿度有适合。哦，伤过淡嘛袂使。嘿，伤过淡嘛袂使。啊，看你的牛食啥，爱食臭才会使，食饲料也袂使。哦，啊，臭是固定啥物臭？臭无固定，就尽量天然的。食猪臭，能食愈侪款愈好。哦，你若食愈侪款，迄做出来品质愈好。安尼哦，嘿，因为牛食百草嘛，什么草拢食。大部分的草拢食。啊，这地上收啊？这地嘛会当收。伊咱咧捡的过程嘛，会当讲发现讲咱的牛身体有健康嘛。这地嘛是嘛吼。嘿。我收。我即马干你收啊，我无收对无？对。朋友啊，这就是牛屎啦，有啥鼻子芳味？嘛是怪怪的。哎呦喂啊，有人要对我捡牛屎啊无啦？紧来哟、喔！阿是伫咧讲哦，会当飞地安尼家摕起来的牛屎啊，这表示讲这只牛身体真健康。亲像小拉拉安尼啦，和阿星哦安尼照顾甲舒适啊舒适，每时刚家洗身躯，食无同款的草啊。安尼哦，放出来，而且便便啊，才会当摕来做乌金饼哦。咱即马甲倒落吼，啊，咱等下用脚甲打打，啊，然后来掺一寡迄个木屑粉吼，咱调整一下伊的干湿度安尼。哦。先做初步的处理。
咱要过迄个墓穴，墓穴，因为内底有一挂柴。哦，这样墓穴。哎。啊，那个太太。安尼的比例的，我阿在听。安尼比例差不多一比六安尼。咱这样就改，内底空气较大，床可以较密。咱等下咧做台形状较水。哎呦，嘿，哦。啊，这边搁掺一挂了米索啦，还是许盐啦、糖啦，加咧安尼哦。嗯。哦，就真香安尼。对啊。较早我伫咧山顶的时阵，哪里起个寮啊？嘿。啊，我会记有土，嘿，啊有牛屎。啊，佮有掺迄条咱的稻草，啊，过咧，啊，起厝，对，哎，讲甚物哦？有这高这牛屎啊，迄个蚊虫较唔敢啦，对，所以讲变规片拢是这。较早农村的资源少，所以咱较早人拢袂多，啊，所以对啊，牛屎除了是建材以外，伊嘛是一种燃料，无咧种燃料，嘿，啊，所以咱会当阿起来做熏香。咱即摆是开始要做饼，这是沉香的粉，较有沉香的味道。对，啊，这是莲粉，这是用树皮来去做的，诶，让伊迄个塑形较水安尼。哦。啊，这是咱白搭的牛屎磨做磨成的粉。白搭的。嘿，安尼量。嗯。嘿，可以过来，加一寡，加一颗的搭的粉。嗯。啊，咱沉香粉加半克而已。这是咱烈火味道层次较丰富，做芳诶，嘿，嗯，啊，过来着，咱莲粉，啊，莲粉加一撮来着，好，嗯，啊，头调整，啊，因为咱是淡诶来着，所以咱先卖加水，咱是免加，啊，咱着安尼先加球，嘿，加球好食，嗯，啊，球到后尾伊，敢那迄个咱咧球迄面团，啊，变安尼光滑，阿星啊。嘿，我是想拢无呢。你安尼哦，搁遮少年对，体格搁遮赞呢。啊，你是住伫庄家大？唔是。啊，唔是哦。嘿，我较早住伫都市，我住伫家己市。伫市内？嘿。啊，市内你若对这牛，安尼这敢那这尔了解啊？后尾咱接触牛了，就发现讲哦，我足介意牛。什么基因下去熟识的？啊，当我迄阵就是对农业有兴趣，啊，心底有一个。做自然农法的老师，我去对做。嘿，啊，遐有一个嘛是艺术家，艺术家，啊，伊就是饲牛，啊，在推广安尼。嘿，啊，我迄阵就去甲学安尼。朋友啊，搁再说了，用这模型啊，一个一个甲伊定型，看是要做这个绿豆饼啦，或者是要做红菇粿的熏香，拢总会当哦。阿星伫咧讲哦，只要哦这日头甲曝三工，互伊打啦，啊这牛屎的熏香啊就完成啊，烧起来有安尼淡淡的沉香味，一点啊拢总袂臭哦。迄蚊啊若飘落去到地啊，拢总唔敢飞过来啦，是上天然的除蚊妙招哦，嘛是废物利用啦，是上赞的循环经济哦。那即摆哦拢最好啊咧，阿星讲叫我摕去女婿遐吼找小平啦。哦，拄只我有遐看哦。伊这是一间卤虾呢，嘿，啊，那还佫有这款的卤虾啊？这下面就对了，你看，佫有房间的锁匙伫遮，哎，这是咱卤虾的对啊，啊，新光卤虾，哈哈，这，哎，你啊，这间是卤虾，嘿，对，安尼哦，哇，袂歹，一红爱大爱偌济钱？一个四十，啊，两个人大六十，嘿，对，啊，三个人迄个八十，上呢，这样。哎呀，啊对，迄个阿新哦，讲叫我吼摕这个，咱这个是乌金饼，啊要叫小平啦。啊，阮只无咧帮阿新倒卖乌金饼。哦，你有伫帮阿新卖这个？有。啊，我著交互你倒啊。嘿，好。小平唔知有伫了。小平，你楼顶咧等你。好，啊，我叫楼顶找。好。你看，啊，你慢行行。哇。真是有影，古色古香呢。哦，来到这拢回味，好无啊个？嘿，这菜叶啊，房间拢爱一间一间。这嘛是这嘛是个人房的啦。这一间，啊，这。
成功路线，他在跟着路线，他说，哎，哇，要一个小便斗啦，哇，迄个小便斗，啊，先生姑还是先生姑的，啊，先生姑爱个排队安尼，哦，真迄个，这间，哦，啊，这间较大间，哎，这间无眠床呢，啊，我知，啊，这间客厅，这是客厅，哎，小明，小明，哎，小明。哇，这间是迄个客厅哦。其实这间较早嘛是房间，这间吼算讲已经三四十栋无开啊，啊拢荒废的状态。啊，这装修所在就是这么侪好的古厝，无使用拍算。所以咱的团队协会者想讲，啊无得咱家入来经营啊，做遮地方的文化工作。哦、所以即马遮已经唔是旅社，未使住，啊即马是一间册店。啊，那你讲我拄啊入来时阵哦，要有一寡册、一寡物件，啊，互人看，迄就是拢总要互人去遐读啊，去遐回忆安尼。对，咱主要就是白米白册，啊，这里头就是算讲，互人看讲，这较早日本时代旅社是啥物款的模样安尼，啊，咱就会使甲伊介绍讲，啊，较早就是因为溪州有这个溪州糖厂，所以才做闹热的，嘛发展足好的。嘿，啊，溪州糖厂无了的。拢渐渐啊，遮物件拢无去啊，啊，拍算。对，像这吼，像阮这下来这吼，看到这就去回味着。嗯。较早，阮差不多民国50年、55年那个时候，迄阵啊，阮都开始出来做艺人，出来唱歌嘛，啊，演电影，啊，随便登台，啊，到客机这样我来，啊，若来的时阵拢带入下，所以对这拢非常怀念。是啊，啊，这间厝差不多过两冬就要100岁啊！啊，足侪妈妈伊拢甲咱分享讲吼，伊伫遮毛住过。我想，为啥伊要来住遮？啊，伊讲伊是为遮嫁出去的，嘿，嫁出去的，因为算讲较早交通无遐方便嘛，所以要伫遮嫁在地人的时阵，伊就会找一间旅社，啊，伫遐迎娶，啊，甲伊带去因家咧。哦，就亲像即卖人伫遐大饭店的，对，啊，为遐迎娶，同款意思。对，同款意思。其实吼，长哥，其实我家己嘛是其中一个啦。哦。你有哪位只嫁出去哦？是，我娘家伫板桥。哦，板桥。板桥，啊，伫遮食头路，啊，识识先生，啊，要嫁出来时阵，就想讲，有这个机会，啊不来直接嫁出去好啊！哇，更加有的意思。小平在咧讲，溪州的土啊会黏人哦。伊一个来这协会做工课呢，啊走袂开啊啦。伊甲这协会人共同拍拼，对保护乌金开始推广着在地文化甲特色，嘛举办真侪活动，互佫较侪人认识着溪州，整理一挂老厝来做民宿。予大家来遮的时阵啊，会当住老厝的内底，啊嘛会当点餐厅的，安尼慢慢来体验着农村的魅力，嘛见证咱台湾过去的风华年代哦。哇，小平啊，真的不简单呢！你看即马咧规个，哇，什么餐都有。我有甲地方的农民就是生态稻米这样，所以我们就以米为主食。然后今天的菜色也有刚刚你吃过的那个猫饲，我们有把它做腌制过程。好好吃哦！好吃哈、哦！对啊，还是有带一点猫饲的味道。有啦、然后吃下去那种感觉好像是那吃你吃饭的时阵吃起又比较有胃口，嘿，比较开胃。哦，这个就。很多颜色哦，对，很多颜色是我们的米有乌米、白米、甲赤米。这看个特点拢超好食呢，啊，真的不知道要吃哪一个好。会使先无的为白米，白米好了，白米，好，这白米啊，搁什么螺蛳啊，哦，袂歹哦，感觉上好像是吃日本料理。对，跟米也是从日本来的。米也很好吃。对，真的米也很好吃，好棒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黑米布丁。我的布丁哦。对哦，啊，藤崎亚底加酱黑米布丁，也可以做个品尝。加这边好。黑米营养成分有那个花青素，是非常好的米。黑米哈，还有，你看，来，哦，糖屋，还有咱的。这就是咱的巴拉酱，巴拉酱，嘿，巴拉酱。啊，这嘞？哦，这就是甲迄个中华的做王来酥的，嘿，乌王来，就会去做乌米王来酥。所以伊这外皮啊，唔通看伊安尼，伊就是用咱这看这乌米落去做的酥皮。哦，这一定袂歹食。
棒，好吃好吃。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团队哦，总共差不多有多少人？以前团队其实就只有我一个人，一个专职人员在运作那个协会，其他都是自工帮忙这样子。哦，是是是。对啊，今年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有透过劳动部的这个多元就业计划，然后有一些就是失业者啦，或者是二度就业的妇女一起加入我们团队，然后让我们的人力上可以更充裕，然后去在这个友善农产的这个事情上面做更多的推广。所以说劳动部来大概到推广啊，那样协助我们做行销啦，然后培训我们导览啊，让我们在推广这件事情上可以有更丰富的这个资源可以来运用。看到小平阿新呢，甲协会伙伴，无论是做什么啊，拢是亲力亲为啦，唔惊辛苦，结合在地的小农甲餐厅，将溪州的特产变成是上好食的料理，将无人住的老厝变成是有文化历史的所在，嘛将溪州爱护土地、保护土地乌金发挥上大的价值。大家若是有闲啊，一定爱来这感受看卖啊哦。